喂，妈呀！我决定继承家产了。太好了，儿子，咱家3亩地，欠债1亿，从今天开始就交给你了。妈妈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。不是，喂喂，妈，不是，哎呀，操，财色两空了吗？这不，嗯，早点回家吧，迟来的申请一草不见啊！对对对，我见，我要是但凡有钱买车票回家，我都不能把这个祖传的盆拿出来，你知不知道？让你这么侮辱我。怎样吧，我听说你背债了。这么巧，我也才听说我背债了，咋的？你是早都知道了呗，所以才离开我，是不是？我真是贱的，我自以为是，我还得过来陪你。你这挨打的样啊，你这自以为是样，你一点你也没变。我谢谢你啊，赶紧回家吧，你那老 baby 都等着急了，你再不回去，明天一会儿咽气儿了，快走吧。看来我们以前在一起的份上，我满足你最后一个要求，说吧。啥都行吗？是吧？对。滚滚滚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快滚快滚滚滚滚滚滚。哎呦我操，这车停的，哎，这不有前女友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三哥，信不信我叫一车面包来干你？哎，我三哥，大老爷们打我姑娘是不是？圆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撒开！你他妈手劲这么大呢？哥们儿，你撒开呗！我告诉你，你没2块钱走不了你。这谁呀？跟你打架那女的她跑了，你抓她去，去够我砸的2万，两万。